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
脱口罩吗？在坑内就好。如果有拿掉口罩，我就不录，所以就是你就不用特别。看到知道。对对对。反正我会跨书板书。刚顶完书文，那现在在这边跪一下，接受上头的指令。啊，那他会带他的法医啊，都要过来。神明要下来啊、哦！刚才拍的东西都有提示啊，眼睛长在头上是有作用的，如果有仔细看就会知道，刚才都有提示。这一段到此结束。
因为那个他这样做要一段时间，很怕大家太无聊。好，拜拜。来录一段玉佩过炉好不好？啊？因为都不一样啊。我刚刚叫他帮我用那个，他就不要了。然后在这儿，这有定做。我去逛逛。暂时不拍。
试着录录看。有红灯在亮吗？有就有在录。
车上，硬翻，嚼嚼嚼。接触功德圆满，车上你我就喝水，谢谢。好哟。烧化啊！要，今天你来开。跪着先谢。虽然裤子会湿，故意。还有一件裤子。那个留回去再换。还有一件。手机竟然当掉，我的没有了。抱歉，刚手机有点当掉。烧香。这是他的旗，龙虎旗。他的包衣。所以就是自己换就可以了。都跪着。
切除仪式大致上就这样，中间有漏一些啦，那有一些东西是不方便拍的。有人问张师姐有去吗？我回答没有。哦，张师姐没有来哦。她是林师姐。张师姐这种重大日子是不会出现的。新生公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